你好啊，想餐厅送房号码，请通行。金峰山森林公园是市民游客登山游玩的热门之地，在山脚入口处，一块绿色的防火马指示牌格外醒目。与以往手写登记信息不同，景岸镇护林员杨远雄引导进山人员通过手机扫描防火码进行个人信息登记。之前是用那个表登记的，现在转了用那个微信扫码。平时一般的情况的话，有到一百几十人上山的，周末就比较多，两三百人到。据介绍，入山人员所扫的防火码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导建设，依托微信手机 APP 建立的二维码小程序，具备数据采集、宣传教育、火情报警、违规举报、紧急求救等功能。进山育林的人员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防火二维码扫了进行实时的一个定位，还可以随时来获取我们那个森林的一些防火的知识。一旦发生了险情，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定位，我们能够及时的进行扑救。23号下午，记者来到尖峰山公园入口，通过手机微信扫描关注防火码微信公众号，进入首页，点击进山登记链接，选择进山室友是否有车辆、是否有老人或孩子同行等选项，点选我承诺不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等物品，便完成信息登记。从扫码到完成登记，整个过程只需几十秒，简单快捷。杨洋表示，我区共有山林面积18.9万亩，占全市山林面积的28%。在近年来，已查明原因的森林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发的占97%以上，主要为祭祀用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等。有效防控人为火成为当前防范森林火灾的重中之重，设立防火码对严格管控人为火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区也初步的建立了我们的区镇村三级的林长体系，下一步呢将会增加资金的投入，对我们林地开展超林绿化和生态修复，强化呢就加强我们的林业的执法的一些工作，打击一些涉林的违法案件，维护我们的那个林业资源的一些管理。据统计，目前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联合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已在5镇一街200多个登山口设立了防火码，扫码登记近3万人次。根据我市发布的森林特别防护期公告，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4月30号是特别防护期。清明节即将到来，进山人员随之增多，登山的市民请按要求扫码登记信息，严格遵守森林防火有关规定。